好，右手指法哈，所以摆的样子是这样子。首先上面两条弦就是第三、第四弦呢，都是用拇指去负责的，哦。然后再来呢，下面的这条就是第二弦呢，从下面数来第二弦是用食指弹，然后从下面数来第一弦是用中指弹，所以摆的时候是摆这样子，哦，就是中指摆在第一弦，食指摆在第二弦。然后拇指就负责第三、第四弦。那现在练习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往下，拇指往下拨三次，然后再来食指往上勾第二弦，中指往上勾第一弦，所以是。好，大家先练习一下。